手肘靠上去，然后如果你要按脖子，你要这样子把它这里撑住，这样撑过来，然后拉过去，然后你身体要靠上去，不要让它动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子就可以按到脖子。嗯。看我的手肘这边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按到脖子。好，那你也可以这样子，这样也可以按到脖子。然后这样架住之后，你可以按到上面的肩膀。好，我们可以改其他的手势。你要按不同的角度，你就可以去控制他的手肘。然后要按后面一点，可以变成这样子。